那个，哦，先讲一下，就是老师那个上次混的那个脚本啊，好像有些问题，就是混之前，它的 Type One 是25%，但是混完之后它的 Type One 它数量会变，就是一开始是，三百。原本344颗，然后混完之后变成334颗，就是它会变，比例会变。OK，是第一次比例就变了，是不是？哦，每次都会变。每次都会变。好，它 shuffle 的时候有变吗？一开始就是说我用乱数给它排，随便乱排。这个 shuffle 对，这边吗？对，这个 type 有没有变？shuffle 没有变。没变，都是344。我看一下别的，OK，所以是三后八。面 multiple 才变。对OK，好。，shuffle 也可以。OK，好。这是很严重的 bug，我再去改一下。这是新的脚本，是最新的对。你们这样很好，帮我抓到 bug。然后就是叫，就是那个创结构的那个脚本，然后这一行啊，调 no 之后就它就会随机乱数去帮你排那个比例，然后这边设五就是可以，它就帮你排5种排出来，然后当初我在做的时候我调25种吧，然后结果它跑出来只跑20种。好，没关系。这个脚本我现在正在改写，不过改写到一半还没完成。那平常你只要负责密度，密度的部分嘛，对。因为我昨天在改这边，后来我就是有改好了。密度嘛。不是，就是它会有好，那没关个，系啊。这部分没关系啊。你改完，表示你多学到一些东西。你现有。在只要帮我写调密度的就调好了。密度就好比如说吗？你拿到一个 data 档，其中有4种 type，那也许这4种 type 不是你想要的元素种类，或者是你现在都不要这么复杂啦，你就拿一个已经有元素种类的啦，然后有 data 档嘛，那你就帮我用那个公式调一下，看真正的理论密度应该是多少，然后结合Here document 有办法吗？我们之前不是单独弄了一个脚本，然后用 SED 来调它的密度，记不记得？SED 就是一个 Linux 的 shell 来编译，动态编译它的那个内容嘛。但是 SED 我觉得有些指令不直观，我重新回来要修改的话，又要再重新学习，是干脆我们就用 Here Document，因为 Here Document 来针对那个固定的文字档案很好操控，有没有？你想有没有那个调密度的脚本？调密度的脚本好像没有，我好像没有用过调密度的脚没有用过，不可能吧？有一个 HEA tool 里面就有一个调 density 啦，HEA tool。还是没有，因为我好像额外跟问资料的，有一个 density 点 in 嘛，是不 HEA，你说创结构那边？就是 swap 那个 HEA initial 打开，initial，你 initial 打开，对，你
大的 density。对 ，density 点一。对，这里可以直接用大的，你把第一变数 d n 是 i n 的，那这里可以讲，可是你要把上面那108行关掉。关掉。直接设。不是 d n document。lens 有一个 density 点 in， 我们就不要单独弄一个档案了，不然还要用 SED 来搞，很不直观。这里可以，然后再出去，再出去，出去，这边 density 点 in， 在那个 density 点 in， 哎，因为也没几行啊。这部分吗？对不对？这里面你真正变成只要调密度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 particle 的种类也不用，我到时候会写的不用给了。哦，可以。对不对？因为现在 data 档你已经有了。嗯。你的目的只要调密度，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删掉了，对不对？嗯。没有 style none， 反正我们只要调密度啊，你的 here document 只需要去给29行这里啊。对，吐出来的 data 档哦，这里的档名你也可以去控制啊。哦，所以这一行就是改它的那个密度。对，然后这边还要加一下 remap unifox 再加一下 unifox remap， 它内定好像是 crystal。后面remap 后面要加一个 unifox 空格。UNID， 它才会是用 MTRO。UNID， 我在后面。BOS， 哎，我忘记有没有 S， 好像没有。没有，是，我也忘记了。然后，那我再，就把它当做一个 Here document， 这样很方便的。好。我们以前技术还没那么高超，就只能像这达成。用 SED， 嗯。对，前面的文字很多全部都可以砍掉，不需要了。嗯，我大概讲一下，就昨天那个遇到那个问题，这个吧。这边，就这两行，就是这边是 type 一是一到108颗原子，对，然后对那个招序之前遇到过啊，就98。然后后来就是我把它改成正常的，就是下面这排不会有那个数字一样的问题。对，昨天改很久，啊，那我今天就改一下那个密度的东西。所以这个也是招序之前遇到的问题。哦，对，我们讲这边你改了，这个有点难的。对啊，就是后来就改成，这让你的头脑。这边判断是啊，对，就多这一块就没问题。没关系，我会把它写成用 Perl SK 创完之后，直接用 Perl 来处理的。嗯，然后 Here Document 就专门调密度就好了。嗯，那老师密度这边有要特别输入原子吗？还是这有啊？直接怎么去查那个 element 点 pn？ 哦，要先手动打。那这部分要sort的不能sort了哦，不能sort。这边就是要去明定一下你的 type 1是什么元素，然后再借由你命名的第一个 element 是铝，就要去查铝的密度跟它的那个质量摩尔数嘛，对不对？不是摩尔数，质量。对，就是一摩尔的话，那个多重多少克嘛？对，这样就可以去调那个。就可以算出理论密度了。可是理论密度不是也要它的那个摩尔数吗？哦，对，您对，还要把这个先打好。对，摩尔数。啊，昨天算出。有办法。嗯。不要打好吗 ？data 档里面直接抓，有办法吗？应该是可以，就是还要特别的去算一下。比如说太和万，你抓到10个，就把它当石墨。哦，就直接当石墨了。对。好。Type 1抓到10个 ，Type 2抓到15个，那就当15墨吧，反正最后算出来一样啊。对，比例是一样。好。
我们就不用把它调成一百嘛，对不对？嗯。总摩尔是我们没有必要说把它们每一个加起来等于一百摩尔嘛。嗯。啊，昨天用那个公式算出来是大概7.04，对，然后跟我的系统，对，差很多。DCC 可能会差比较多一点，对，啊 ，FCC 就没差那么多。嗯。OK， 好，好，我再努力一下。VC Relax 完是靠近7.04吗？VC 履列死亡，这个是履列死亡的数值。哎呀，你讲你刚刚7.00那个是什么？是 FCC 还是 BCC？ 这个是因为它比例都一样。哦。对，哦，对，不管你排列是什么，对，就密度都是7.04，对，都是7.04，对，这样的比例是一样的，只是结构不同，然后数量也不太同。好，OK， 嗯，好，那我差不多这样。好。